他是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宣宗李忱，平反了甘露之变中上百位官员的清白。这个被所有人当作痴傻儿的王爷，是如何从不被人尊重的位置登上了皇帝之位？吉林卫视家事带您走进公元845年深冬，此时已经距离大唐建国过去200多年，经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垂垂老矣。这天，32岁的唐武宗急召道士赵归真觐见。原来，唐武宗自从服用了赵归真的所谓长生不老药后，身体日渐衰弱。道士赵归真却信誓旦旦地对唐武宗说：“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在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没想到几天后，唐武宗突然晕倒，口不能言，而宦官首领马元志和裘公迅速封锁了宫内消息。半年后，京城突然戒严，大臣被宣旨入宫，宦官突然宣布唐武宗已经驾崩。这一年唐武宗年仅33岁，之后宦官首领马元志和裘公武带着唐武宗的叔叔光王李仪出现在了百官面前。这个光王不仅是唐武宗的叔叔，几年前据说已经被唐武宗处死了，现在为何突然出现在宫中呢？不顾众臣猜疑的目光，马元志和裘公武拿出了唐武宗的遗旨，册封光王李仪为皇太叔，继承皇位。诏书一颁布，众大臣哗然，以宰相李德裕为首的大臣心知这肯定是宦官们伪造的遗旨。首先，历史上没有一个叔叔继承侄子的皇位，这名不正言不顺。第二，唐武宗有5个儿子，怎么可能把皇位给一个叔叔呢？更重要的是，唐武宗生前几次要把光王杀掉，试想唐武宗怎么可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仇人呢？宰相李德裕虽然愤愤不平，但是面对遗诏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禁军神策军，而神策军的最高统帅就是宦官马元志。原来安史之乱后，宦官渐渐权倾朝野，神策军人数达18万之多，是保护长安城的唯一军事力量。同时，神策军是戍边军出身，战斗力非常强悍。事实上，立唐武宗的叔叔为新皇帝，确实是宦官马元志和裘公武一手策划的。当时他们两人的势力足以做到谁当皇帝，他们说了算。而他们立光王为新皇帝，就是好继续把持朝政。但按理说，唐武宗的儿子年幼，好控制，马元志和裘公武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已经36岁的光王呢？原来这个光王是个天下皆知的傻子。宦官们觉得，唐武宗的儿子虽然年幼，但总有长大的一天。但是这个光王却可以一直摆布，直到他死。于是已经消失了很多年的光王被裘公武从长安城外的一个破庙中秘密迎入宫，以皇叔身份继位，视为唐宣宗。没想到登基大典的第二天，大明宫里的傻子光王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他呆滞的目光一扫而空，决断政务更是有条不紊，就像培养了10几年的储君，继位后没多久就处理了为祸唐朝40年的牛李党争。直到此时，马元志、裘公武才恍然大悟。接着，唐宣宗又狠狠地打压了嚣张的宦官势力，又趁着吐蕃内乱收复吐蕃占据的大片土地，使大唐版图由分裂而统一。在他的统治下，唐王朝出现了最后一次治世，史称小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
大中之治，史学家们把它比作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一样的千古明君。那么唐宣宗为什么要装痴傻几十年，又是如何骗过天下人的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傀儡成为千古明君的呢？这一切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唐宣宗的母亲郑氏本是一个平民，据说有术士曾经给郑氏相面，然后相完面之后呢，说郑氏啊大富大贵，说郑氏未来生的这个孩子要当皇帝，结果这件事被军阀这个藩镇李琦给知道了，于是他就干了这么一票，他把郑氏给抢到手了，郑氏成了他的妾，可是郑氏并没有给他生下什么一儿半女，结果后来李琦呢被杀了，这样子呢郑氏就来到了宫廷当中。而郑氏非常的幸运，成了当时宫里最有权势的郭贵妃的宫女，但不久就得罪了郭贵妃。原来郑氏不甘心卑微的生活，在唐宪宗去郭贵妃宫里时被唐宪宗临幸，并生下了光王李仪，这让郭贵妃非常生气。在当时郭贵妃正如日中天，她家世显赫，是对大唐有再造功绩的重臣郭子仪的孙女儿，她的母亲是大唐的升平公主，是唐顺宗亲自为唐宪宗选的结发妻子。你说在这后宫之中哪位娘娘的容貌最佳？这还用说，自然是贵妃您了。那皇上还临幸那个洗脚婢，皇上迟迟不立我为皇后，甚是让人恼火。这以咱们郭家在朝中的背景，迟早是您的。唉，圣意难测呀，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郭家在朝中的影响力太大，皇上才迟迟不立我为皇后的。他怕我们郭家在朝中的势力难以制衡。朝中的事情奴婢不知，但是奴婢知道，皇上虽然还没有立您为皇后，但是在这后宫之中依然是以您为首的，这皇后的印信不也在您这儿吗？说的也是。哎，对了，正是那个洗脚婢和他那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孩子最近如何呀？您放心，有您的吩咐，他们在这后宫之中不可能舒服的。对于那些不安分的人，就是要以儆效尤，他们本就是山村野夫，宫里那些供给他们根本就不配。由于光王从小显得呆滞，光王的童年还算安稳，但十岁那年，一场宫变改变了光王的命运。公元820年的一天，太监王守成、程弘志冲进了光王父亲唐宪宗的寝宫，杀死了他。宦官们守住宫门，不仅朝臣入内，伪称皇上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郭贵妃生的三子李恒继位，视为唐穆宗。据史料记载，刚刚十岁的光王李仪已经记事儿。光王始终认为他父亲的死是郭贵妃母子为了争夺皇位一手造成的。原来唐宪宗有十多个儿子，郭贵妃生的儿子李恒因为排行第三，太子之位轮不到他，于是郭贵妃三番五次的想当皇后，只有当了皇后，她生的皇子就成了嫡子，继位也就是名正言顺了。结果唐宪宗以今年没有吉日、明年立后相克等等理由不立皇后，于是引起了郭贵妃的怨气。而没有嫡子，按照立长的原则，
唐宪宗先是立了长子李明，结果李明离奇死亡。唐宪宗又想立二儿子李运，紧接着拥护李恒的宦官一派干脆杀了唐宪宗。光王认为幕后的策划者就是郭贵妃母子，光王对郭贵妃母子是非常的仇恨，从他上位后对郭贵妃母子的报复就可以看出。但此时自身难保的光王什么都不敢做，郭贵妃母子一上位就开始了血洗行动，争夺太子之位的二皇子李煜和背后的力量被杀，一时间长安城血流成河。光王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命。据《旧唐书》记载，宣宗十余岁时遇重疾沈坠，忽有光辉逐身，决然而兴，正身拱衣，如对臣僚，如媪以为心疾。意思就是说，光王十几岁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每当有光辉照耀他的身上，他便马上一跃而起，端正身体，拱手作揖，像对待臣下一样。他的乳母认为这是精神出了毛病。消息传到唐穆宗耳中，他亲自来看过后说，像我们家这样英明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傻了呢？不久光王入宫去给义安太后，也就是郭太后请安，不料正赶上有人行刺，光王当场吓得倒地不起。醒来后即使专门去捉弄和取笑他，他也一言不发。于是皇族宗亲们都相信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彻底傻了。王爷，周围已无他人。他们刚才取笑本王，我没有露出破绽吧？没有，表现得非常自然，与属下在外观察的痴傻之人无异。王爷，您就放心吧，我想他们是不会起疑的。那就好啊。真是可怜，我身为堂堂光王皇帝之子，为了避祸保命还要强装痴傻。哎，属下真是为王爷不平，不但要在哥哥们面前保命，还要躲避权臣宦官陷害。心中虽然不平，但留得青山在，本王就还有机会。王爷聪慧，定能逢凶化吉呀。我倒还好啊，只是可怜我那母亲要与我一起受罪，我也不能尽孝。王爷别扔了，别扔了，别扔了。王爷，在本王得势之日，定要让这帮奸邪小人家破人亡。果然光王的装傻瞒过了哥哥唐穆宗，获得了短暂的安全。公元824年正月十一，在位仅仅五年的穆宗中毒而死，终年30岁。唐穆宗死后，宦官推选唐穆宗年仅16岁的儿子唐敬宗继位。仅仅2年后，晋宗就被宦官谋杀，穆宗的另外一个儿子继位，是为唐文宗。唐文宗也形同傀儡，最后抑郁而死，终年32岁。他死后，宦官又拥立文宗兄弟继位，是为唐武宗。从穆宗到武宗的27年里，皇帝宝座的周围刀光剑影，光王生怕每天被宦官惦记而推上皇位，越来越低调，但还是被他侄子唐文宗怀疑。有一天，唐文宗李昂宴请诸王，借此机会，唐文宗便设计试探光王。
您今天受委屈了，可他们也太过分了。今日陛下宴请诸王，我万没想到他会注意到我。王爷，你已经够低调的了，一个人坐在那角落也不言不语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吧，我与周围把酒言欢的人差异过大，才引起他的注意。那有啥办法，装傻子不就这样吗？陛下若是偶然间注意到我，倒没什么，怕就怕他是有意为之。属下愚钝呐，就怕陛下有意试探本王，所以他在席间才会说出谁能让光王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的话。原来是这样呀，那些人把您当小丑一样在随意戏弄，您要是忍受不了，所以在席间任凭他们如何戏弄本王，本王也一言不发，逆来顺受。希望陛下能够不再关注我，希望其他亲王不再对我起疑呀。难道还有人对您？在席间我观察到亲王李炎一直在冷静观察，并没有纵情欢迎，恐怕此人李炎是唐文宗的弟弟，就是后来的唐武宗。他怀疑光王是否真的痴呆，于是在后来的日子，他抓住一切时机对光王进行试探。在唐武宗继位后，唐武宗喜欢和亲王一起切磋球技，光王经常突然从马上坠落，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都是意外。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每次光王都能化险为夷，这让唐武宗更加觉得光王那是装的。而一个人能装痴傻几十年，心思该是多么的深沉，这样的对手又是多么的可怕。唐武宗决定亲自试探一下这个光叔。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唐武宗邀请诸王一起外出踏雪，回来时天色已经黑了。谁也没想到光王从马上坠落，掉进了冰天雪地中。唐武宗料定光王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于是心情异常愉快地回了大明宫。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唐武宗接到侍卫汇报，光王又出现在了自己的府邸。王爷，您这次太拼命了，这大冬天的还从马上摔下来，您这万一要是……不得不如此啊，自颖王登基以来一直对我虎视眈眈，且以我诈病，这次铤而走险也是为了以正视听。怕就怕适得其反呢、啊、无奈呀、啊，此时已别无良策，只能兵行险招啊。那就看当今天子能不能放过你了。无论如何，我都要保住性命，伺机翻身，届时定会雪耻。出乎意料，唐武宗得知他还活着，大为生气，料定光王的痴呆一定有蹊跷，于是他决定直接弄死他，以绝后患。他下令宦官直接把光王抓起来，不过幸运的是，没多久光王便被宦官囚功无所求。谢裘大人救下主人。光王也是怪可怜的，被折腾成这样。
让人捆成肉粽子一样被扔进厕所。被弄得浑身粪便。谢裘大人，谢裘大人。我是真看不下去了，所以我才跑去跟陛下说，亲王不能久臣侧重，不如诛杀为好。我也是心软了。大人慈悲，大人您慈悲呀。赶快吧。哎，裘大人，我已经打点好了，把你家主人藏在粪车之中，出宫逃命去吧。哎，谢大人，谢大人。现在你已得救，就不要跟我再装了，再装我就找人杀了你。老奴也想像光王一样愚痴有福啊。王爷，属下无能呀，让你受这奇耻大辱啊。王爷起来吧，此事与你无关，是本王筹谋不密。据民间传言，光王逃出宫后，路上遇到一个高僧，在他掌心写了百丈两个字，于是光王不远万里来到江西新吴县的百丈山下的百丈寺做了和尚，总之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厄运并没走远。光王走后，据说唐武宗经常被一个噩梦困扰，梦中他一次次的被一个张牙舞爪的老虎撕成碎片。道士解梦说，光王属虎，那头猛虎就是光王的化身。不久，京城大肆流行一句神秘的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李国，黑衣者僧人也。当时的僧袍多为黑色，道士赵归真告诉唐武宗，这句话意味着唐武宗的坐运就要完结了，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这个预言让唐武宗大惊失色，因为有传言光王并没有死，而是当了和尚。于是在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唐武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甚至有人猜测此举目的就是抓出隐身佛门的皇叔光王。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从4月1日起，年40岁以下僧尼还俗；从16日起，50岁以下僧尼还俗；从5月11日起，50岁以上无辞不迭者还俗。甚至连民间豢养黑色的猪、狗、驴、牛，都要通通宰掉，为的就是阻止黑气上升，不让黑衣天子夺帝位。可怜的光王躲在破庙里，直到唐武宗病重，被宦官裘公武找到，带入宫中。大人，人已带到。很好。当时光王想要保住性命，报仇雪恨，只有登上皇位，而这一切都要依靠宦官的实力。现如今，我只能继续装傻。我就知道那日放了你，日后必有福报。这不，福报来了。大人，大人，在下愚钝，咱们弄个傻王爷有什么用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他傻才好控制啊。好控制？哼，把他推上王位，日后这天下不还是咱们说了算。公元846年，光王在宦官马元志
裘公武等人的扶持下登基，改名李忱，史称唐宣宗。表面上唐宣宗成了皇帝，大权在握，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杀父篡位的唐穆宗，几次三番杀自己的唐武宗，唐宣宗下定决心要一一清算。但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是个傀儡。当时兵权掌握在宦官马元志、裘公武手中，地方上藩镇割据，无人听从中央号令，朝廷上大权被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一派把持，没有人把这个皇帝当回事。唐宣宗想报仇，就必须获得皇权，首先就要除掉宦官一派和李德裕等唐武宗的旧臣。但是宦官掌握京城180,000禁军，而且对自己有拥立之功，一个不好，自己反而会被废掉。于是唐宣宗决定从李德裕身上开刀立威。主导了会昌灭佛的李德裕被称为灭佛宰相，可谓是权倾朝野，连唐武宗自己都说恨无官赏亲儿，可见他的地位。而无权无势的唐宣宗该如何对付李德裕呢？唐宣宗发现李德裕和宦官集团有很大的矛盾，一是长期以来宦官的北司和宰相的南衙争权夺势，二是李德裕和宦官首领马元志有矛盾，这还得从马元志的身份说起。安史之乱后，皇帝不信任武将，而是启用自己的家奴宦官来掌握军队，这开启了宦官专权的时代。我认为唐朝宦官专权的第一人就是大宦官李辅国。李辅国这个家伙是唐肃宗手里边崛起的，他崛起之后不仅迫害太上皇李隆基，迫害他的前辈高力士，而且这个家伙嚣张无比，对皇帝说什么话呢？说大家在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那意思就是说，皇上你啥事也别管，朝廷的事儿你听我处理，那么你不就等于皇上了吗？这个家伙就是如此的嚣张。您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大宦官裘世良，裘世良这敢于杀皇子，敢于杀亲王，敢于杀宰相。裘世良就是唐文宗时期发动甘露之变，前后共杀两王一妃四宰相，并把唐文宗气死的大宦官。而马元志就是大宦官裘世良的接班人。有一次马元志牵扯宫中一桩丑闻，后来另外一个太监顶罪，马元志才得以逃脱追究，但从此对实施这些政策的宰相李德裕心怀怨恨。唐宣宗对马元志说，宰相是个专横之人，只要他在旁边他就感到毛骨悚然，想要罢免他。马元志当然非常赞成，于是在登基的第二天，唐宣宗就一道圣旨罢免了李德裕，然后迅速地提拔李德裕的死敌白敏中为宰相。而李德裕倒台后，他的党羽很快被唐宣宗清理出了朝廷。接着唐宣宗开始看似随意地大力提拔自己父亲时期的旧人。朕决定要封令狐桃为宰相，诸位觉得可以吗？老臣认为此事不妥。有何不妥？臣认为陛下之前升迁的刑部员外朗度胜、大臣韦丹之子，全都是因为与宪宗皇帝有关。这次的升迁又是仅仅因为令狐桃的父亲在宪宗皇帝出殡的时候不畏大风紧紧地抓住灵车，这也未免太过牵强了吧。臣也以为只是因为令狐桃对宪宗皇帝有甚多了解就封他为宰相，确实有点太随意了。裘大人，你这么说话
眼里还有皇上吗？你说什么？好了，不要吵了。朝堂之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个宣帝实在是不好对付，他看似随意的升迁，其实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班底。现在才发现，已经有些晚了。陛下，裘大人，朕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当年你助朕登上皇位，这些功劳朕不会忘记。此事就这样定了，不必在意。就这样，唐玄宗培植的势力在朝中日益强大了起来。接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为患朝廷几十年的宦官势力，该用何种手段除掉宦官势力呢？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一天，唐玄宗以讨论诗词的名义召父亲时期大臣翰林学士韦傲入内，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韦傲答道：陛下微断，宦官已大有收敛。唐玄宗听后却沉默不语，因为他心知这不是宦官行事真的收敛了，而是甘露之变后大臣们再也不敢和宦官作对了。公元835年11月的一天，不甘心宦官摆布的唐文宗策划了甘露之变。唐文宗命令心腹大臣引诱宦官首领裘世良等宦官往左金吾卫衙中取16树上的甘露，企图将其一举消灭。没想到裘世良半路看出破绽，就率兵匆忙返回大殿，路上绑架了唐文宗，并迅速调集禁军500人，从紫宸殿杀了出去，直奔大臣们上班的各个地方，逢人就杀。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族和官吏1000多人纷纷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中央行政人员，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办事人员，被洗劫一空。上朝时连班吏都凑不齐，史称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政达到了顶峰，史称正是贤爵于北司南衙行文书而已，意思就是朝廷大小事都取决于北司这个宦官机构，而宰相管理下的政府部门就负责下达文书而已。不仅如此，发动甘露之变的唐文宗下场非常凄惨，他被宦官囚禁起来。甘露之变前，宦官对他还有表面上的尊敬，甘露之变后，裘世良等人对唐文宗经常斥骂，甚至还把唐文宗的妃子纳为己用。唐文宗有一次哭着对学士周迟慨叹自己受制于家奴，最后郁郁而终。临终时下诏书命令太子监国，结果裘世良闯进宫殿假传圣旨，立文宗的弟弟李炎为皇太帝，视为唐武宗。唐文宗得知消息后被气死。那么如果对宦官一党一直忍让，是不是就能相安无事了呢？亲身经历过甘露之变的唐玄宗清楚地知道，皇帝如果软弱，那么宦官一党就会得寸进尺。唐德宗后，宦官的势力甚至到了随意废立皇帝的地步。唐玄宗的爷爷唐顺宗刚即位几个月，就因为改革得罪了宦官首领居文贞，结果唐顺宗被迫退位，成了太上皇，不久离奇死亡。而继位的就是唐玄宗的父亲唐宪宗。唐宪宗因为感激宦官的拥立之功，对太监非常礼遇，不仅掌握禁军，甚至兵权也交给了太监。最后唐宪宗被太监杀死。唐玄宗知道要想获得皇权，或者说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唐玄宗他就必须打压宦官的势力，但一个不好，自己就落得被废
或者被囚禁的命运。就在此时，唐玄宗登基以来最大的危机来临了，那就是继位的正统性受到了质疑。都说去拜侄子的道理，而对这三个侄子，皇帝在称呼上也不知道如何称呼，而礼法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会陷入得位不正的言论中。而在唐玄宗的内心里，唐穆宗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郭太后一直对他们母子非常的苛刻，自己现在难道还要祭拜这个仇人吗？而且如果唐穆宗一脉代表了正统，那么自己这一脉永远面临得位不正的传言。唐玄宗终于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这天朝堂上，唐玄宗先是哭着诉说自己不孝，自己父亲宪宗的死是死于谋杀，当年自己十岁无法替父亲报仇，现在自己当了皇帝，一定要彻查父亲的死因，于是下令展开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宦官王守成、陈弘志为了立唐穆宗李恒为太子，潜入寝宫谋杀了宪宗，伪称皇帝，不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唐穆宗继位。这样一来，唐玄宗开始了对参与宦官的大清洗，上千人被牵连而遭到杀戮和流放，宦官势力大大被打压。那么唐玄宗大肆的削减宦官的势力，难道马元志和裘公武视而不见吗？这还得从唐玄宗对马元志的笼络说起。唐玄宗上位后，一面对有拥立之功的马元志大加封赏，一面被这个沾满朝臣和皇室鲜血的大宦官裘世良平反昭雪，树碑记功，还提拔他的几个干儿子，这让裘姓一党非常感谢唐玄宗的知恩图报。唐玄宗出于报仇的原因洗清宦官队伍，只要没有清洗到自己的亲信，马元志并没有反对。而实际上，唐玄宗对有拥立之功的宦官除了赏赐富贵，并不给他们其他的权利。而唐玄宗对父亲的死因调查并没有停止，渐渐地调查到了幕后主使唐穆宗身上。王守成、陈弘志杀死了唐宪宗，继位的儿子唐穆宗不仅不为自己父亲报仇，还重用这些宦官。于是唐宣宗认为唐穆宗是这次政变的主使者，唐穆宗是非法的篡位者，而穆宗的三个先后称帝的儿子是篡位者的后代，篡位者怎么配在太庙享受皇帝的祭祀呢？于是唐宣宗下令把这四个皇帝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不仅如此，唐宣宗对唐穆宗的处置更加严厉，不仅把唐穆宗的牌位移出太庙，还不许在唐穆宗的忌日上香祭拜，还把给唐穆宗守灵的人全部遣散。这简直是让盗墓贼明目张胆地去盗墓，这和直接挖唐穆宗的坟墓也没什么区别了。接着唐宣宗开始了对郭太后的清算，也就是当年的郭贵妃。史料记载，上疑郭太后欲其谋，意思是唐宣宗怀疑郭太后参与了杀害唐宪宗的阴谋活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清算元和宫变的运动，不仅把唐穆宗打成了篡位者，唐宣宗成了唐宪宗一脉相承者，而且大大削减了宦官的势力。而对于拥立自己上位的马元志，如果对方得意忘形的话，唐宣宗还会时不时地敲打一下。一次，内园使李进石在路上遇见宰相郑朗，竟然不知弼马，
公然和宰相争道。听到郑朗的奏报后，唐玄宗立刻叫人剥去李进石的服色，发配到宰相办公的南衙去服谏议。李进石辩解说，自己是供奉官，照例是不用避让宰相的。唐玄宗告诉他，如贤致命，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唐玄宗还在内宫中专设棍杖，动辄对犯错的宦官行杖。有时宰相们也觉得皇帝小题大做了，纷纷劝谏。唐玄宗却说，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亲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凭借唐玄宗的手段，嚣张了几十年的宦官集团在唐玄宗时期个个小心谨慎，低调守法。唐玄宗惩治宦官一党，又整顿吏治，提拔人才，让晚唐出现了新气象，在民间极有声望。接着唐玄宗又收复了被吐蕃占据百年的失地。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在唐玄宗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然而晚年的唐玄宗也犯了他父亲和侄子的错误，为了能够长生和纵情声色，唐玄宗服用大量丹药。公元859年，资治通鉴记载，唐玄宗因为滥用春药而疽发于背，病情危重。弥留之际，他不召大臣入内，而是叮嘱宦官内书密使王圭长等人，一定要立四子魁王李咨为太子。也许是一直以来唐玄宗都是说一不二，让他放松了对宦官集团的警惕。他没想到他死后掌握禁军的宦官王宗时根本不管他的遗诏，以立嫡遗长古今使然的名义立长子运王李温为太子，继承皇位，视为唐懿宗。而继位后的唐懿宗骄奢淫逸，宠信宦官，新唐书说他是以昏庸相济。原被唐玄宗压制的宦官气焰因为拥立之功重新嚣张起来。正是由于唐懿宗的昏庸无能，葬送了唐玄宗13年亲手缔造的晚唐最后一抹辉煌。